当世界受到威胁，有个团队准备要出动了。要去吃午餐吗？不是，我是指出任务。陨石往我们这边冲过来了。它散发出某种特别能量，不是我弄的，不会吧？今年我们好像有超能力了，所以我都会戴安全帽。我突然觉得小虫超快的，我是个铁虫哎，虫浪了，你看你的脚掌，惨了。老是跌倒的狗狗脚掌会射出火球。全新品种的英雄，超能力是真的。跃上大荧幕，我们要给自己取个新队名，比如有够厉害、很神、给你好看汪汪队。不喜欢这个怎样？就叫威力狗。超能力应该是我的，火球来了。我会一个个全都抢走。妈妈咪呀，我会说话。我有好多话想聊。拿过来。好戏上场了。哎呀呀，安丁啊，他跟我印象中不一样。好了，狗狗们，你们玩完了，你招惹我们其中一个，就等于杠上我们全部。我们杀，我们有了超能力，我不可能睡得着了。可是你应该累到都不。啊，这也太扯了吧。